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网友、各位球迷以及在现场的所有教练员、运动员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腊月28，这里是2019国乒迎新春会，也是我们球队一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。确实是特别的开心，这一年大家都很辛苦，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获得了很多荣誉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续写辉煌。小胖，你说得很对啊，我想这就是我们运动员每天的生活状态，在训练和比赛中挥洒青春。是的，短暂的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备战。今年的第一个大赛就是我们的匈牙利世乒赛，你看龙哥都已经准备把奖杯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对呀，今天我们队里把奖杯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吧，能够为这个团队和集体带来这么多荣誉，我感到还是非常自豪和骄傲。说得非常好。今天咱们过节，我们不仅把奖杯带到现场和球迷们分享祖国荣耀，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先要把这份春节的祝福送给球迷和网友们。现在有请我的队友们上场。两位队长分别代表男女队先起个头吧。那我先来。猪年到，好运到，我们要祝大家新的一年五福临门，心想事成。猪年到，春意浪，我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，龙马精神。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猪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也祝福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接下来请大家回到台下就坐。